那座大石山这么突兀的吗？这第一次看到海，死而无憾了。这座阵势，这卷轴这么智慧的吗？直接送我们去见法师，是不是咱就直接灭门了？不得不赞叹咱祖师爷的神通之广大呀。嗯嗯，那镇上一定有法师的线索，徒儿们走吧。是啊，虽然不想把他们卷进这种危险，但我并没有资格决定，凭我一个人又能做得了什么呢？即便可以充分使用他人的符箓，但还是需要依靠他人，我太过弱小，必须拥有本命神通才有的选择。龟仔，龟仔，这段时间没了本仙君在，是不是觉得少了依靠呀？嗯，哎，看你脸色难看的，来来，给你看个宝贝，让你开心一下。嗯，喂喂，干嘛？我不是本仙君。今天好多人，好热闹的镇子。哎，本仙君要生气了。哼。到底哪里找法师的线索呢？真难呐！哎呦，师傅，你看，这画真的有个偷懒呢，还是师傅的画力更佳。那是自然，为师在早些年也是画过家利图谋生之人。想看师傅还有存稿吗？话说这里的关键是家里图吗？笨蛋，哎，不准无视本仙君。这跟妖师有关的悬赏呀。怎么注意到？得来全不费功夫，走着去也。是。我打三针房门算是完了。这里竟是三川法门。怎么了？怎么，不是不搭理本仙君吗？本仙君不想理你，别跟本仙君说话。堂堂常侍万法仙君，是个小鬼头吗？你才是小鬼头！反弹术，反弹术！原来哪里都有这个悬赏，普通人真的知道求法者是什么存在吗？这也不是给普通人看的吧？不过既然还有报酬可拿，自然更不能放过。快点儿，就快到了。王八仙君是怎么回事？是那座山令他想起什么？你们也是想拿悬赏的求法者？自然。哎呀，最近为了银两来五府欺诈之人甚多，还有变戏法的。哎呀，戏法倒是好看，可不顶用呢。你们既然自称求法者，有何凭据啊？那要怎么才能让你相信我们是求法者？哎，容易。咱吴家找的是强大的求法者，自然不会比凡人弱吧？若你们能赢他，
铁线拳高手雷崩便能进。哎呀，之前不少欺诈小人真是被他给打个半死啊。你吧。你们不讲武德。咱们已经手下留情了，进去。哎，等等，偷袭算什么好汉？而且规则是一个一个杀。话说这高人士的背手是啥个意思啊？亏你们不害臊啊。交换交换。不行，我也不喜欢猪。可你爱吃猪肉啊。从现在开始我爱吃猴儿。球。是严兄啊，别吓我。是因为小孩子吗？是哦，你说过不能娶小孩和女人生机的。不好意思，给忘了。等等，饶了我这次。慢着，快停步。那不能，你们老爷还在等着求法者呢，别让他久等了。就你们也有脸自称求法者？你们老爷在哪儿？快给俺们准备吃喝。果然你们是来骗吃骗喝的。我比他有你，还比跳。闻到不一样的气息。是这边。你们是狗啊。